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音乐大来宾，我是主持人张俊浩。那今天的做客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嘉宾呢，可以说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虽然他是老朋友，但是他今天带着他的一首新歌来到了我们的音乐大来宾。这首歌的歌名我觉得非常的应景，因为呢到夏天了，很多的大学生要离开那个大学的校园，在离开大学生活的时候呢，有可能同时也会和自己的女朋友女同学分手了。所以说呢，今天来的这位嘉宾呢，他的新歌的名字就叫做《分手季》。那究竟他是怎样理解“毕业季就是分手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让我们有请今天做客我们音乐大来宾的这一位老朋友，掌声欢迎陈秋实。欢迎，欢迎秋实。首先，先和我们现场的朋友以及此时此刻呢正在看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先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山上的朋友，水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陆地的朋友你就不管陆地的朋友在我身边在你身边哈。 OK， 那当然今天呢我们的秋实也是带着他的新作品哈，我们的分手季来到了我们音乐大来宾的现场，一会儿我们再来慢慢的聊聊这首歌哈。其实呢，我和很多朋友都发现一个问题，在微博上，就是呢每看你一条微博，我特别关心的是，以前可能会关心你发什么内容，现在特别关心的就是你在底下有一个标注，就是那条微博是从哪儿发出来的那个啊，微博来源。对，你每次好像都会改，是不是？基本上都会改。那有没有会的？想不出来会啊？那不会，都不会哈、啊。你把它这个作为你的微博来源这个词，一般你都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是当时的心情，还是因为有什么活动之类的？会根据当时的情况然后来变化。对 ，OK， 也可能是心情，也可能是作品啊，也可能是现场发生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看起来我们秋实还是非常善于啊用精简的文字，然后来总结问题的哈。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也用一种比较精简的方式。好啊，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四个字，你必须要想一想如何善用这四个字，好不好？第一道问题，新歌怎样？一般般吧。一般般吧。还有些不满意的地方吗？其实，没有达到自己想要那个效果，但是觉得还可以吧，也就一般般。还可以哈、啊，你觉得一般般？那你们觉得好不好听？好听，他们都很满意啊，非常满意就对了哈。OK， 接下来什么风格？你听就知道。你听就知道，五个字，你听便知，好，听就知道，听就知道。 对，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台啊，会有我们秋实这首歌《分手季》，听一听就知道是什么风格了。 OK， 第三个问题，你作词吗？如假包换。如假包换，这次也担当了作词的部分。唱给谁听？这个很重要。唱给大家。 OK，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给歌打分。不到六分。不到六分，满分是多少分？十分。不到六啊，都不及格啊。也就将将及格吧。哎，你确实觉得他比较稍显遗憾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觉得，哎，可能对我自己要求比较高吧，反正就觉得这歌出来以后总是觉得有点不满意。有点不满意，如果再给你点时间，再给你个机会的话，可能还会有很多。对对，包括词啊编曲啊，我其实都觉得挺一般的。嗯哼，但是我觉得听听大家的反馈的声音还是非常好，所以很给力的，很给力啊，大家很给力啊，而且打榜也都是成绩相当的不错了。所以说你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希望这首歌是送给现在当下的这些准备走出大学。一方面是，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周围的朋友有很多正在经历分手，或者是刚刚分手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前一段这个时间啊，这很奇怪，周围的朋友一个个全闹分手，天天要死要活喝酒这那的，就看着他们，你多少也会有点触动，对吧？你想想你以前你也有过，那所以说他们听完这首歌之后会好一点吗？还是说喝酒喝的不会、啊、喝酒喝的更凶了是吗？不会。 OK， 那就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理解就是毕业季它就会面临着分手季这样的一个尴尬的问题？我觉得毕业季不一定就面临着分手季，毕业可能对两个真正在一起的人，两个爱人之间是一种考验。如果你能坚持过去，说不定你们可以一直
幸福美满的结婚，步入婚姻殿堂，这都没准儿，所以不一定毕业季就会分手。对，而且有的时候好像大家都知道，大学的那个比较青涩的那种爱情啊，往往是非常刻骨铭心的。如果这段感情如果能够顺利的走下去的话，真的是就像秋实说的，能够一直的这么非常幸福。而且现在又不是古代了啊，古代是吧，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对对对。但是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坐个飞机很快就，哪怕你异国恋，这都 OK， 都是来回飞的话也可以。对，顺便给他订个头等舱商务舱。没事，这个可以剪掉。你不懂，我也不懂。OK， 那当然，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蔡照之前上次上了我们的节目，包括他，你在他的那首单曲《哭》，对，正式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你也给他有个留言嘛，说你听了那首歌之后有哭，然后当时对，然后呢，当时我还跟蔡照还说了，我说下次秋实来节目的时候，我一定得问问他到底是真哭了，还是说就打打官腔之类的。我告诉你啊。蔡照找到答案了，假的。我就哎，确实啊，那句话不是他那首歌，我听了，听了以后感觉词儿很好，正词儿很好，因为毕竟是他求助了家里的长辈，跟长辈一起，对，就是跟爷爷一起，对，跟他一起讨论过，所以你说他爷爷，人家吃的盐都比我吃的米多，对，对吧？人家的人生阅历那么多，他肯定加入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啊，再加上看了那么多书，然后所以一起创作的这个歌词，我觉得首先我光看歌词我都觉得很美，就会有很多画面感嘛。上次我也跟他有说过这个问题。那现在呢，他有没有听你的这首分手情歌？有没有给你什么评价？他听肯定听了，但是他评价我也不听。你没问他哭没哭？他不会哭，他不会哭。对，他只有看到虫子会哭。只有看到虫子会哭。 OK，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哈，到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下次或者是我相信在不久将来可能蔡照也会跟你互动一下，在上面我们也期待一下他到底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他肯定对我评价还挺中肯的。我是想说一下，那时候你还没出，你还记得吗？啊，是吗？对，所以我说的充满了期待。对，哎，对了，而且我会说全力支持我词的歌。可以，我必须的。你想知道我怎么说吗？我知道，是哭了，是伤感，伤感了，对不对？我知道，我这猜中了。我等会儿，别说啊，我真的没哭，但是眼泪在打转。对，我长大了，我不能轻易让眼泪掉下来。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蔡照之前上次上我们的节目，包括他，你在他的那首单曲《哭》，对，正式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你也给他有个留言吧，说你听了那首歌之后有哭。哎呦，对，当时我还跟蔡照还说，我下次出事来节目的时候，我一定得问问他到底是真哭了，还是说就打打官腔。告诉你啊，假的。太直接了吧？是，我就哎，我说了，歌我听了，听了以后感觉词儿很好，正词儿很好，因为毕竟是他求助了家里长辈，跟长辈一起。对，不是，其实真的很好，不是，其实长辈没有任何意见啊，是吗？把人家的人生阅历那么多，就肯定加入到自己的人。后来说了，我真说了，我帮你周回来了。然后，所以一起创作的这个歌词，我觉得首先我光看歌词，我觉得很美，巨美。有什么画面感？对。那现在呢？他有没有听你这首歌？有没有？他听肯定听了，但是他评价我也不听。怎么？你没问他哭没哭？他不会哭，他会哭。对，他只有看到虫子会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以前听过你的歌都会觉得比较的抒情，然后比较有一点点小伤感的感觉。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包括你自己喜欢的偶像也好啊，包括未来的音乐的发展方向，有没有想尝试一些其他的曲风？有啊，我也特别想尝试一下做一个 rapper 啊， rapper 舞曲，不是就是 hip hop 那种。对 OK 啊，你觉得 R&B？你觉得自己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打算作品？这个没有，但是因为可能
还要做好准备是吧？对对对。好，那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互动环节，哎，是需要呢从你的一些个人的简历，当然这些信息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来有请我们工作人员来把我们秋实的简历。这个都是我们秋实的一些小小的一些资料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姓名我们的陈秋实，然后粉丝给你起的绰号啊，这是段子手，然后中华曲库、西瓜精、甜豆，这四个当中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绰号？只要是都喜欢，因为什么对吧，都喜欢。对，你们那你们就以后多给他起点吧，好不好？其实提到中华曲库，我也知道好像你之前经常会用一些 APP 软件去唱歌啊，然后给歌迷去分享。对啊，那个那你选歌的标准一般是什么？这也看心情吧，想起什么唱什么。嗯，想起什么唱什么哈，也是快歌慢歌也都有。其实那你最近的歌单呢？刚才你说比较喜欢听歌，最近歌单给我们推荐一下。可能啊，你们都看《三合一》了吗？啊，看了，但是我说实话，我没怎么看。但是我这跟歌有什么关系？这歌好听啊，好听。里边歌好听啊 ，Always 还有那个 Everything， 忘了。反正他我还专门去把他那张专辑给买下来，然后下载听的。嗯，好，那就是《太阳后裔》当中的一些插曲啊，一些对最近是，然后音源是。近一段时间以来都很喜欢，会很多。那接下来就通过一个小小的啊，也不是会的很多，就听的很多。好，很杂，很杂。好，没问题。那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我们现场来考验一下，好不好？好，你现在就看我的嘴型就行了啊。现在 OK， 第一道问题啊，适合在 party 上放的歌。适合在 party 上放的歌，你说慢一点。适合在 party 上放的歌 ，We like to party。哇哦，厉害嘞！掌声鼓励一下，还不错啊。你确实听不到我的哈。OK， 来，适合第二个了吗？第二个，适合刚开始初恋听的歌。再说一遍，适合刚开始初恋唱的歌。终于等到你，哇，厉害！对，是对的，对的 ，OK 的 ，OK 的。一个人想去海边唱的歌。听海，他听得见吧？不是唇语，唇语哈，就看你嘴。OK， 来，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适合庆祝小朋友节日唱的歌。适合庆祝小朋友节日唱的歌，我尽量说快一点。适合小朋友节日庆祝唱的歌。追梦赤子心，哎呦妈呀，太早熟了。好，哎，终于 OK 了哈。来，朋友失恋想唱给他的歌。一个分手快乐，哎，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OK， 哇哦，来恭喜一下，就是回答的相当的不错啊，除了有一个小小的出入，但是其实也说得过去。嗯，对，对于一些比如说初中生啊或者是高中生也算小朋友，从小培养那种爱国的，对，敢自强不息的那种精神，敢拼啊，遇事不怕困难。好，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一些标签啊，个人魅力呆萌有趣啊。呆萌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从一些他的自拍照啊，还有他的一些小视频啊什么的，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其实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了一段，我们来看一下呆萌的一面啊。穿上那衣服以后真的什么都看不见啊，就是你得从只能看见一点点的很小很小的地方。那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青松熊这样的一个卡通造型，然后去？因为挺喜欢青松熊的，觉得特可爱。嗯哼，那你觉得大家总结你这个呆萌还是准确的吗？还是还行。好，接下来这个，哎呦，接下来这个话题可以好好聊一聊。夏天会想吃的水果就是西瓜。对对，嗯，西瓜简直就是为了夏天准备的。你不怕吃多会，比如说会整个人会肿啊，或者是怎么样？会胃胀是吗？对呀、啊。你
你会受到其害了是吗？已经啊，吃西瓜你吃到最夸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吃西瓜，这不吃西瓜最夸张就是，可能两天别的东西没吃，就只吃西瓜了。嗯啊，什么都不吃？对，就吃，就饿了就吃西瓜，只吃西瓜，对，特别爽。哇哦，天哪，这个确实啊，大家就是夏天必备的一个美食了哈。好，那其实我们知道啊，我们上面刚才也说了，我们的秋实比较的呆萌一点，但是你想改变这样的一个状态吗？并不想改变，还是想对，因为还是想以最真实的面貌给大家看。哇、wow, 哦、okay, ，不错呀！生活中比较就真的很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游戏的方式，然后就展现你这样的一面，好吧，真实一点。第一个问题来。觉得自己是非常可爱的人吗？然后呢，你要用这个五个表情当中来回答一下，觉得自己是非常可爱的人吗？这个要亲亲、这个、啊，来对着我们哪台机器要来一下，来要亲亲，他是什么表情？第二道问题，哦，这道问题非常考验你和蔡照的友谊了。蔡照长得比你好看吗？笑容就可以有是答案。哈哈哈，我觉得应该改成呵呵呵，是不是？对，呵呵就行了。来，这个你可以大大方方哈哈哈一下，然后给。好，那第三个，自己是会很撒娇的人吗？才不是，才不是，因为我是傲娇，不是撒娇。你不会撒娇。哎，包括对工作人员或者对经纪人或者对父母什么的也不会撒娇。对我父母很少撒娇，很少撒娇。对，因为觉得想在自己父母面前不想让他们操心。嗯，然后不会表现那么小孩子。嗯，接下来，觉得自己跳舞很棒吗？不，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说我跳舞很棒。我跳舞自己什么水平，我自己太了解了。哈哈哈。你觉得跳舞自己的问题存在在哪儿？是节奏啊，还是说？真的不太善于舞蹈的部分，可能真的不适合跳舞吧。嗯，有毒，有毒，真的有毒。那到时剧毒，到时你就跟我们跳一跳，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毒。他都没有模仿，你们要不要他模仿一下？不用模仿啊，对不对？那最后一个不能放过你了，好不好？嗯、来，觉得自己的歌唱的好听吗？你说呢？好，好听，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的歌好不好听不是说我自己能说了算的，嗯，更希望的是大家觉得怎么样。对，大家如果觉得好听的话那就是好听，如果不好听的话那就是不好听，就是不好听哈。对，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好，然后呢我们下一个环节。没有你说呢？这次最后这你怎么也得满足一下，就模仿这个是吧？对，呆萌嘛，对不对？来三二一，最后一道问题，然后呢，当然是不是这个五个里边的表情了 okay, 好啊，这个要你自己去原创一下，就是见到你的偶像权志龙的表情会是什么样子的？来，要不要准备？要准备一下吗？不用准备，我能想象我见着他以后一定会石化，就是不动，就呆了，就愣了。好，来，三二，比如说你是吗？我不敢照这黑，算了吧，你算了。嗯，你比如说我肯定不会这样。比如说，随便。权志龙。好，然后这是我们音乐台的权志龙。看，突然间看他，然后你就会，就是，权志龙走了。啊，然后他走了啊，走了，好，恢复正常。哎，真的，如果真的有一，就真的会傻了就。我知道，但是如果真的你有跟他可以交流说话的机会的话，你会跟他去说什么？有、哦，那不能总傻呀，好不容易见到偶像，对不对？那总要跟他说说话什么的。最近挺好啊，挺好，吃了吗？走啊，对，吃个爆肚，吃个爆肚什么的，什么的。加个微信啊，也不对，主要是不是也还没敢想过这个真的不敢想，因为我，确实就偶像高高在上的感觉。对，好，没关系，以后可以想象这个问题，以后肯定会有机会见面的，全程吃欢笑。
OK， 好，那就是我们的几个表情还算是不错的哈。好，那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下面的一些西瓜精，接下来我们再好好聊一聊西瓜的问题。他们给你起个名，绰号叫西瓜精，证明你爱吃西瓜。对，但是已经都成了精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每天连续两天只吃西瓜，不吃别的哈。你知道为什么要说西瓜精吗？为什么？因为建国以后动物不能成精，所以只能从水果里边挑。哦，明白了。但是如果在夏天，特别是在北京的这个夏天，如果让你选的话，只有西瓜和空调两个可以选，你会选哪个？必须拿。我选空调啊！我选空调、啊。可以没有西瓜。哇，这种天气没有空调怎么活？可以没有西瓜，但是必须要有空调。对对对对，但是没有西瓜可以，但是这身体还是比较的重要的。然后下面也会说啊，我们的喜欢的偶像就是我们的权志龙，最喜欢的图案星星，然后最想穿越的。年代是民国，为什么是民国？因为民国还比较乱呢。因为我觉得民国这个时代特别好。如果生活在民国的话，我以前弄东西我知道，但是因为在不断的引进新的东西，比如说，哎，今天有一个洋人拿了一个照相机，哎，你们不要多想啊。嗯。今天，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洋人突然间戴了个墨镜，嗯，不对。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他突然烫了头，嗯。怎么都能对号入座呢？反正就是。比如说他今天穿了个西装，不对，反正就是新的事物。对，新的事物我以前没有经历，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会觉得很好奇，就觉得每天都会接触新鲜的事物，就觉得哎有趣。嗯，那如果我觉得现在如果在后接下来有一些民国或者年代的一些戏啊什么的，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行，好，我愿意更好的去满足一下你的这个好奇心了哈。OK， 接下来还有我们的这个宝物一号以及最近形成的习惯，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宝物一号是什么不太知道的，这个你要给我们现场来写一下了。宝物一号，就是我的宝物，我的宝贝，就是你可能宝贝吧，独一无二的那种的一些好东西啊，跟我们分享一下。没有，我的宝物是，哦，哎，你们猜猜他写的宝物一号是什么？你们会觉得啊？不知道，宝物一号是你们。幸福不幸福？真的是，是不是？这是我唯一可以拿出去跟别人炫耀的，也不能这么说啊。这是唯一我觉得让我特别引以为豪的东西，就是你们，就是他们很珍惜你们，很珍惜你们，很珍惜你们。就是他们把你当成宝贝儿、宝物一样，你也把他们当成一样啊，这个互相珍惜。接下来就是最近养成的习惯是睡觉之前听相声。对，你最近压力很大吗？也不是。嗯，为什么睡觉之前要听相声呢？作为一个歌手啊，就是老就闹觉，你知道吗？小孩儿啊，闹觉，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我笑点不是特别高，嗯，然后我可能笑累了，我就睡了。用听相声来把自己的体力来消耗掉。你最近比较喜欢听谁的？还是郭德纲？就一直是。床前明月光，我师傅郭德纲啊，郭德纲，啊、郭老师，薛老师，啊、不是老师，不是薛老师啊，那个郭老师，然后于谦，然后小岳岳，对，小岳岳啊，他们比如说于老师三大爱好，大家都知道是吧？抽烟喝酒烫头，对，三大爱好，对，这是因人而异，嗯，对吧？比如说我跟我搭档蔡老师，他有三大爱好，什么爱好？耍流氓，耍不。小心他暴。嗯，就是他穿衣服不分季节，哦，就夏天他可能照样会穿三件套，就是衬衫、小马甲再加上外套。反季节穿衣，就是他很神奇，他一年四季可以一身衣服从头穿到尾那种，就是衣服的多少，嗯、不是说他不换衣服啊，明白？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一个造型那种的。就是他真的很厉害，他什么季节都能穿成那样。嗯，他不怕热也不怕冷，不怕热不怕冷啊，就是特别。好，这是他最牛最的一点。嗯哼，第二点，墨镜大家都知道，对，小辫儿，小辫儿墨镜，不穿，不对，嗯，小辫儿墨镜乱穿衣，可以这么说吗？对，可以吧？我这个总结也不是乱穿衣，至少人家搭配也挺好，搭配很好。对对，就走在大街上，别人都穿短袖，而他穿三件套，哎，这人神经病。没有，他是成功吸引了别人的眼球。对，就是这样哈。生活当中对蔡照比较了解的一个人吧，对，算是好哥们儿，算是啊。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一个人，真的很神奇。哎，上升下降，太阳月亮全是火系星座，就爆的不行。嗯，一言不合就怎么着？嗯，就蹿了那种的。
对，看来你比较的生活当中还是比较了解他，很神奇，很神奇的，就是好兄弟、好哥们儿哈。对，真的但是关系很好。但是你觉得你的粉丝很了解你吗？还算了解吧，还算了解，还算了解吧。我们通过一个小的一个游戏互动环节，然后呢，来考验一下我们秋实的这个粉丝的这个对他的了解程度哈。现在呢，我们的秋实手里拿着题板，然后上面有一些问题，全部都是关于他的一些问题，然后上面已经他写了答案了。如果呢你回答正确的话呢，秋实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喝到西瓜汁儿，然后还可以加冰，全都正确才可以让他喝到西瓜。对，全都正确，不一定正确。他刚才说非常了解你嘛，对吧？那有些问题真很神奇好吗？但是如果没有答对的话，答对一个错了他就不能喝，他也可以喝西瓜汁儿，然后就是不加冰。对，是吧？不加冰太简单了，就三分之一杯的西瓜汁上面三分之二的水、哎、好吧。然后上就答对，就中国这个社会特别讨厌这种人，就西瓜注水啊什么什么的。对，但是而且有时间要求的哈，100秒之内哈，所以说你问问题还要快一点，一个问题100秒是吧？好的。我最喜欢的水果，西瓜。我的生日，94年9月20号。对，然后我喜欢的颜色，这可能那个粉色。你说了一半，说了一半。粉什么？你看，粉什么色？蓝色。粉蓝，对啊，粉蓝。我的新歌，分手季。我最近比较喜欢听那首歌。姻缘。我最尊敬的人是我的家人啊。爸爸妈妈。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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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里边肯定有。对，这家人就算嘛。然后我做的最好吃的料理，你肯定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这是我的秘密。罗宋汤，那是来下一个某些人。然后我喜欢长裤还是短裤？长裤。对，聪明啊。我喜欢长发女生还是短发女生？短发。一会儿再解释，一会儿再解释。我会见面后表白还是短信表白？都有可能。不一定。我想拥有读心术还是瞬间移动？瞬间移动。我之前扮演过哪个卡通人物？是青松熊吗？还有青松熊也算。那还有一个，那个兵长。对，然后见面会跳了谁的舞？权志龙。对，然后我最喜欢的图案？星星。我最满意自己哪个部位？左脸、眼睛、睫毛。对对，哇，厉害，掌声鼓励一下。哇，真的，基本上刚才你写答案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好吧？你自己都不确定了，他都能够，他有的都知道，包括那个不一定，你都就是表见面表白，对，都有可能。然后做的最好的料理，你再给你一次机会，这就决定他是喝西瓜水的问题，还是喝冰镇西瓜汁的问题。就日本的一种，日本的一个最常见的寿司。对，寿司完全正确，厉害嘞！掌声再次鼓励一下。时间啊，98秒，98秒。来，那个嘉宾的西瓜水。别，来，我们上奖励，来，我们奖励哈。这是西瓜汁儿，就西瓜汁儿，就是那种。Are you kidding me？ 我把它搅一下就是西瓜。你看，现场调制的，因为西瓜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很蔓延的那种，才会出现不分层的。哦，是吗？对，这种搅的比较快。我读书少，你别骗我了。真不骗你的，真都是这样的。行。现榨的。我觉得你可以用冰块料理一杯给他喝吧。好，你对不对？你先。现场就是秋实给你料理一杯西瓜。我说你，我要把冰水喝了。哎，不对啊，这我喝过了。对呀，我就说你料理一下，然后送给他嘛。你这上来就喝了，没事，你用那边喝就行。哎呦，不是你用这边喝就行了。这边，你用哪边喝？这边喝。就用这边喝了哈。来喝一下。其实我没觉得这西瓜多甜，这个跟你之前喝的西瓜汁有什么区别吗？没什么区别，就是没那么甜，比较甜，比较甜。你看你给调制的，就是比较的甜啊，对不对？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这位粉丝。所以说，你脑子里有多少东西，他们可能真的是跟你是同步的哈。那我们来接下来通过一个题板，来把你脑子里的东西再通过我们的节目再来剖析一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就是哇！好，我先说啊，这是脑。你画了个泳帽吗？你大家看一下，夏天必备泳帽，真是。来，就是，这是这
这比如说啊，比如说这是大脑，然后开始跟在里边分类是吧？分区，对，分区，嗯。好，那可能需要我们就是很简单啊，很简单，分了三份，然后就是很简单，就是分的都是一大块。嗯，首先呢，对我来说，我的家人跟朋友是最重要的。嗯，啊，我觉得人活着，如果说他活得没有价值，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家人跟朋友，我占一大半，一大半。对，剩下那一部分，我的事业是我自己喜欢的。其实我事业跟爱好很多就是有很多重合的地方。重合的地方。对，嗯，我就很喜欢。唱歌啊，很喜欢拍戏啊，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嗯，所以我现在每天过得很开心。嗯，哪怕我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这些不算什么。嗯，其实这一路走过来，包括你的一些影视作品，包括你的歌，可以说都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那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通过我们的节目，哎，对，搞一下煽情，来钢琴啊，该起了哈。钢琴呢？没有没有没有。对，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哎，真的，我到哪儿？都得说，哇，到哪儿我一说这我就觉得俗。首先呢，我说了，因为我一直大家都是一家人，嗯，我们都是一家人，对，所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嗯，说那些客套的感谢的话那是见外，嗯，不说，不说，不用说，嗯，会用实际行动来展示给大家。以后呢，也会很努力、很敬业的。然后继续的拍戏也好，然后出更多的作品也好。首先我当然我以后出作品我会尽量让我自己先更满意吧，嗯，然后再跟大家看。我希望总有一天我会出了一个作品，别人一看，哇，这还是他吗？嗯，就这种感觉。我们也相信每一部的作品，影视剧也好，歌也好，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或者成绩。好，来，我们把掌声再送给我们的秋实，谢谢啊，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一期音乐大来宾，也希望呢，哎，有一天我们的秋实还包括我的好哥们蔡照啊，再来我们的音乐大来宾来做客。来，谢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哇，好帅！哇，我是天使吗？你走过来，你笑啥呢？哇，我是天使吗？哇，我这其实播不了了，不行了，我有点反了，我有点反了。听着，我觉得现场可能更好一些。孤单的。哟，最关键的是，我觉得他不是他现场比原来稳多了，是吧？可以吗？大家可以是吧？很中肯。看汗了吗？那天巨热啊。